穿这喜气。来了，老裴。不是你天天跟着我干啥呀你啊？哎呀妈，真恶心，老逗我吃。电灯泡子。咋了，赵岩？你说话呢？没事儿。咋回事啊？我一问他想要啥礼物，他就跟我说随便。我哪知道随便啥呀？我哎呀妈呀，你想送啥你提前准备好呗，还非得问？你也是，想要啥你就说呗。老夫老妻，我咋说呀？真诚表达，再加上与他关联呗。那啥意思啊？白结婚这么多年都，跟我学。啊。老公，我想要瓶香水，就是你闻到你想抱我的那种。老公，我想要支口红，就是每天可以给你印章的那种。那我会了，老公，我想要一双运动鞋，就是跟你一起做运动的那种。媳妇儿，你别学他，你不适合。真会买呀，这不都是我教你的吗？再说你跟我一样干啥呀你？哎，咱俩可不一样啊，你的是自个儿掏钱买的，我媳妇儿那是我给买的，不一样。我多余。